我手机微信上最多的25000步，我觉得这都是我自己分内的事情了。这没有什么吧，这是正常的呀，工作这不是正常的吗？是没有固定的，如果说有时候忙的时候就运动量稍微大一点，不忙的时候不就还是要坐在店里面到处看看盘那里。对，你不努力你不做事谁给你吃是吧？啊，天天你不做事谁给你吃的？还想等着别人给你啊？不可能这样。